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大家欢迎来到月色圈，我是祥东，嘿嘿。那我们呢，今天呢要来继续那个玩咱们上次玩到一半的偷狼的小红帽。哦，这个小红帽真的是有够邪恶的，我走到哪，只要有一点犯了一点错误啊，他就突然像个鬼一样出现在你后面，然后斧头把你砍了。我第一次这辈子第一次遇到那么邪恶的小红帽。连狼都不是他对手，你就知道这小红帽多凶恶、多凶残了，对不对？啊，那因为上次呢，上次卡住了啊，那后来经过查询是，似乎是原本汉化版本1.02版啊有点 bug，那我有去某一个网站，然后下载就是有关它 bug 的修复，不过应该只有真的 bug，其他还有没有 bug 我就不清楚了。啊，我们那时候是要去撬开那个大姐的房间嘛？对，大姐撬开大姐房间失败了，不能拿石头去砸，要拿其他东西。不过没关系，我有的是半环，好不好？这点那么简单的事情，难不倒我。首先不能直接去大姐房间，这一段 bug 就是你如果先去大姐房间，你会 GG。好吧，我们要先来这边。什么铁丝？哎呀，哦，我们要先去拿铁丝。没有错，这个地方就是你不能够马上那个前往，一定要那个先去来这，不然的话，如果你先去找大姐房间啊，你会悲哀哦。和那个地方他又不给你讲话。基本上，它这两个也只能拿一样。你拿石头的话，那你准备 GG 吧你。我上次就试过了。好，我们赶快回那个大姐房间，然后开启那个那个神奇的门。冲啊！只是这样就没有一点紧张刺激的气氛呢。话说，我一直很好奇一个地方，就是它那个有个地方，就这里啊，意外的沉重。我就是很好奇，因为你看哦，这地方没有，这地方没有，就唯独这个地方有。怎么了？啊？这礼物盒，礼物盒怎么又冒出来了？为什么说个又？那什么狼头吗？又一颗狼头是不是？你也是被小红帽杀的了？小红帽？那什么东西？我是被那谁杀的？这边小红帽似乎是以那谁来代称的，哎呀，具体到底怎样我也不知道啊。叫那谁，感觉怪怪的。我刚刚发现这家伙没有眼睛。你这么一说，之前那只狼好像也没有眼睛。前面管理的金子也说有问题就去找人资管的狼，然后人资管的狼就这么被我抓出来了，他居然卡在礼物盒里面。哎，你们见到金子啊？他逃掉了吗？金子应该没事。对了，我们有事情想问你。不行，我不能说，说了就会把那谁招来。你 我们该找谁？你们去找红资管的那只吧，我是绝对不会说的。拜拜。说完人就自己跑了。啊，看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特别奇怪可以装东西的，就要注意了。好，我们要来。铁丝玉玲珑，铁丝玉玲珑啊啊！我没有拿那个铁丝，我糗了，我要重来了。换了发，换了发，不要，不要啊！啊哈哈哈！又要重来了，妈妈，那呢？对吧？我就说吧，如果你直接先去找那个叫什么？如果你直接先去那个找那个二姐大姐房间，你会发现说，为什么那地方进不去了？对不对？这一切都在我算计当中，我只是要示范给各位看的。可是，如果你还是用原本1.02版，然后没有去修改档案，
那这样的话，其实那个 bug 还是会在，就是你就算你好，我提前先去律师馆要去找铁丝，可那地方也不会。哎，李彼岸开呢？你怎么这时候还在、啊？我还以为你上课在上班什么的、欸。啊，我发现这一切都在我算计当中。啦啦啦啦啦！哎 ，OK 的啦，开玩笑。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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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每一馆都有一个狼，是不是？这个是绿之馆。啊，然后我们后来到了那个就是三姐妹房间那边是蓝之馆、啊，那红之馆是在哪里啊？下一个吗？而且为什么是蓝绿蓝红啊？等我一下，嘎叽嘎叽，那下来了，得到铁石，耶、yeah! 耶、yeah! 啊，不，我们要拿这。我要回去，我要赶快去开启大姐的房间。我们来看看大姐的房间究竟摆了什么样秘密，居然要锁起来。那我试试看。啊、喂，让我来行啊！反正是我提，而且我手比较强。嗯，拜托你了。打开了，得到三妹的戒指。好啦，那接下来的密码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嘛，对不对？那密码就是上次在这边看到的 ，XLL 这是12，然后8952，然后倒过来什么2568啊？它是怎样看？你要把整个翻过来，原本的数字还要转回来，有没有？2568，最，耶、yeah ，好，茶会好像结束了。不不不不，我要先去存档。神经病，我才会先去过去找的。你等着参加茶会，你茶会已经结束了，你还等着参加茶会？我真的觉得你有病、欸。是这样，做人偶做太久了，做人偶做太久，所以你的脑袋已经整个已经变成人偶脑，是不是？辛苦了，你们拿回耳坠和戒指了吗？当然，林一群，更好是我是前进啊，你是前进，对对对，三妹啊，啊，三妹是什么？前进啊，什么意思啊？我不懂哎，怎么说他是前进？呵呵，不要忘记了，我是前进，没关系，我有写笔记下来了，哈哈哈，有写笔记什么的。就不用怕了，来啦，给你啦。我，你看我像是不守约定的人吗？不不不不，我们没那个意思。我就喜欢逗着察言观色的孩子，给你们要的东西。二姐的项链，顺便都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会警告啊。一个是事前进，另外一个会警告。为什么叫会警告、啊？你会警告？你会警告什么？你会记我警告吗？我都已经毕业多久，你还想记我警告吗？你这样子，你对吗？你警告什么？这我就不能告诉你们了。哈哈哈！年轮蛋糕？为什么我要拿一个年轮蛋糕、啊？人偶中的大哥很喜欢，真假的？哇哇哇！这下子我们似乎拿到了什么东西啦！大哥，我给你连了蛋糕，你不要对我怎么样，好不好？嗯呵呵呵呵。哟，不错，能从那个吝啬鬼身上拔下毛来。我记着呢，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提示吧。我是婷，这个也送给你们。你是婷，啊，
大姐是停啊 ，stop。哦，等一下，我嘴巴好痛 ，stop。You are stop， 巧克力小甜饼。他那是搞什么停不停的警告吗？不要想太多，顺其自然思考就好。如果你们真想走出去的话，哦吼吼吼吼吼，皮猴啊，你是停。好了，我们去找大哥了，好不好？我们先去找大哥了。大哥，我们来找你了。走，走花。你们拿到牛顿蛋糕，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是前，你又是前进的。你等等，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样啊？啊，前进的前进啊，后退的后退，是不是？什么东西啊？这样，我不会再说第二遍。我说我不会重复第二遍，那你干嘛？你只跟我说你不会重复第二遍，你没跟我说如果重复第二遍，你会把我给杀了、啊，对不对？你这种人哦，真的是哦，这些人真的这样反复无常，是不是？气死我了！啊，我们还没来大哥的房间看过，谁会睡在这里？大哥啊，是大哥的房间，难道他不会睡在这吗？你讲什么废话？大哥的房间不是大哥睡，能不能大姐睡吗？搞不好他们乱伦了。没有啦，乱讲的。啊，那你有什么？你是警告吗？啊，真的是警告哇，真是够你们不嫌烦吗？我不懂啊！安安啊！难怪想奇怪，为什么我看那个我 YouTube 聊天室没。那不是 YouTube 吧、啊？那个 Twitch 聊天室那边看不到，然后结果那个在这边都看得到。问号我记得好像是萝莉控嘛，我没记错的话啦。我没有骂人哦，好像是吧？如果讲错了，跟我讲一声。我这个人记人名有点问题。好啦，既然如此，我们就走吧。这边应该也没什么了、啊，我们可以走了。Go go！ 大哥二姐，大姐大二姐，大哥三妹二哥。哦，我懂意思了啦。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哦。大姐、二哥，大姐、二姐、二哥，所以意思是大姐是停 ，stop， 然后二姐是警告，大哥是前进，三妹是前进，二哥是警告，然后三弟是什么？三弟应该是那个 stop 吧，我觉得啦。对吧、啊？首先是大姐是停止嘛？停止的是红色的字，警告是黄色字，所以就在这边。然后再来是大哥前进，高高，然后。然后大哥三妹也是前进，三妹对，然后二哥是警告，二哥警告是黄色，好，最后一个是 stop 这里，哈哈哈哈哈哈，有木有啦？看到了没有？
有脚步声。哦，你老师嘞！哦，给给给给给，有那么多人！哦哟，老师看我啊！不要突然说吓我啊！妈的，你们互砍了你们！我们三个卡住了！拜拜，亲！我在天上飞，还以为死定了。我真的觉得我们活到现在简直是奇迹，我也这么觉得。门打不开，那这里呢？门打不开，这是要干嘛？什么什么？跟我来！刚那什么东西啊？我没看清楚哎。又是一颗狼头的意思吗？那个你是说什么啊？太见外了！我是我，健太啊！哦，健太。啥？健太？我们现在看他死了一个狼头，怎么可能是健太？我倒是愿意相信。我说真的。阿醋，你应该明白了，我们俩可是从小玩到大哥们。我问你几个问题：9月26日汉堡包，我肯定打算，我连你到几岁都知道，几岁还尿床，真丢脸！你简直占五渣！你们真给力，竟然能够在那小红帽的魔掌下生活。如果在这里被小红帽杀掉，就会被他挖去双眼，变成这样。没遇到过很正常，因为害怕小红帽，全都躲起来了。一旦被发现会被杀。变成只有头的狼是不会死的，只不过被小红帽当成工具肆意蹂躏罢了。有人说用正确钥匙就能出去，可是正确钥匙在小红帽身，在真正的小红帽手里。真正的小红帽，真正的小红帽，意思是现在追我们的小红帽并不是真正的。已经逃不出去了，已经出不去，希望你们活着。红资管钥匙。双人床、单人床，你们三个刚好可以都睡这个啊？对，两个睡双人床啊，两个睡那一个睡单人床啊，对不对？这是钥匙吗？图书馆钥匙。我只是秉持着随便看看，搞不好会有什么东西的精神，然后你就给我找到一钥匙了。你这蛮怪物的，其实。谢谢你，电台，我们该走了，一路小心。怎么了？健太又死了！点点点！我觉得小猫好像还怪怪的。画了发，画了发，不要追我！锁起来了。这样以防万一上了锁，我们已经上了锁。可是我觉得健太白，对啊，健太，我们又这一次的分离了。外面是在撞门啊。那个储物柜能不能躲一下？伊莎，快躲进去！不对啊！啊，你们三个，啊，这边只有两个储物柜，你们是躲哪一个啊？快！这时候发出声音，这时候如果发出声音，我们就会被锁定了。还没有，可恶！你没事。
我觉得那丽莎是不是怪怪的、啊？是物业被涂的漆黑，这抽屉打坏。I know what I know nothing。哈哈哈哈，猫猫，这交到底谁说？我怎么记得啊？I know what I know nothing。我好像听过这句话、欸。嗯，我去查一下哦。I know 啊。I know what。是谁讲过这句话了？苏格拉底啊！我查到了，苏格拉底，伟大的先知，我不是先知啊，伟大的智者苏格拉底讲过这么一句话。我看看有没有苏格拉底啊？苏在这里，格呢？没有格欸，奇怪。嗯，我怎么会没看到呢？可以直接打字的话，我比较想有拉，我看到拉了。可可和杰西西之的日子，格在哪里啊？我没看到哎、欸。拉倒是看到不少次。他该不是翻译成苏格拉？底呢？那底的话怎么翻？我猜啦，我也不知道。安安啦 ，QW9936265，你好，安安。不好意思，因为我刚刚在看那个，在找东西，我没有注意到。是苏格拉底讲的、啊，还是苏格拉底大陆翻译怎么用？有啊有啊有啊！开玩笑，玩这个游戏不随时存档，我手背哦，对不对？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跟我们台湾翻译是一样的，所以不会有存在那个不同翻译不同问题。可是这没有拉跟底啊，这不是、啊、这没有格跟底啊。
好，一个个找。天下美兰锦，阳月心法，风星日黑，猫子石春云。哇下，用地看看。哎，好啊，我找看有没有地哦。地在哪里啊？有地吗？还是是这个？啊，再重来一次。地有地吗？我因为我是没看到地啊。哎、欸，有有有！哎、欸，不行哎、欸！我生平只知道一件事，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就是这个啊，这个斯格拉底啊，可是哈哈哈哈，哇，好吧，我们先探索其他的，我把他们头全砍下来。再求了，我也不会放过他们。我也曾经不断要求他们放过我。我不过是以牙还牙而已。慢慢找。传说中的 bug。哎，你好啊 ，Wilderuforms。你好啊，安安。他们口口说一场游戏，我也不过在玩游戏而已。是不是还有下一页哦？有啊，我都找了。下一页再怎么找，他就只有那几页而已啊。所以我才觉得很诡异啊！照理说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啊。再怎么样，它就好像只有三四页在那边循环。哦，对啊，那些人怎么过的啊？光格我就找老半天啦、啊。算了，先不行。我现在去探索其他地方好了。哇，什么东西？狼头？还是慢慢找吧。啊，波兰嘞，我们见到爱了。哦，胡说八道些什么？想让我再死一回吗？自己在图书馆翻资料。我也不想想挖掘，书太多，根本没心思读。全世界难懂的书，嗯，有简报，哎、欸，什么？看一下，2000年4月17日，在叉叉高中发现三名女学生惨死的尸体，以及一名上吊而死的尸体。三名女学生死者均被人砍下头部，并被无。刨去双眼，尸体全身布满伤痕，可能在死前抵抗有关。自杀身亡的女学生仅有一道巨大划痕，伤痕。她不就跟那小红帽一样？她脸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她左眼那边的时候好像有一个疤痕。有人说是转日文过的，我们不会用日文的啊，好烦哦，还要转日文哦。根据自杀的女学生须藤茜的同班同学证实，先生前温柔乖巧，很难想她竟会连续杀害三人并自杀。然而，在这宗案件背后与校园凌辱事上有所关联。有证言表示，被杀女学生均涉嫌参与虐待行为，校方就表示否认。啊，还要转那个原文哦。
好啦，我先去找原文的好了啦。不然的话，讲认真的，再这样下去，我觉得这游戏都不用玩了。官网。不对啊，那我也不知道苏格拉底的那个日文，不是啊，我也不知道苏格拉底的日文啊，傻宝、哦。哎呦。哎呦，我不知道 YouTube。好，我先找一下啊。可是 YouTube 我没记错，那时候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人在实况的。我先找看看，等我一下啊。弄啊！找到了，我载的是 1.02 版啊，对啊。我找到了吗？真的吗？救我！救救我！我快崩溃了、啊。你看啊，他翻译有一个很好笑 ，I know how nice， 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就直接底下直接接着翻嘞，超有趣的。对啊，没有格跟底啊。还是说他有其他方法、啊？这边是钢文部分，没有，已经到很后面了。那个钢文不久的话，背景是绿色的，中间是蓝色的，啊，我这边背景已经变成红色的了。嘿嘿嘿。啊，没人想进去，不要啦，进去一下嘛。你就进去一下吗？欸，还是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我们要打的字？来，我们试看看好不好？啊，苏格，苏格拉底，天天星期天啦、啊，想太多了。
该怎么办呢？就找你找我的石头干嘛啦？不是啊，你找我的石头干嘛？哎呦，等等，哎，有方法，有方法了。不过我要先关掉一下游戏哦，反正我先存档好了。我找到方法了，有那个有人提供的方法，耶！太好啦，太爽啦，太愉悦啦。我看看啊。第五个，好啦，取代了。来，我们试试看，好不好？啊，选错。哎，怎么会？等一下，对啊，这我今天修改了啊。哎，有，他是说要先去植物房。因为是在 YouTube 的，对啊，在 YouTube 那边应该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玩这个吧。应该啊，我也不清楚欸， YouTube 好像是上传这一个，好像只有我。嘿嘿，直接先跑过来，先看看这边有没有什么。哦，我懂意思了。他就是因为他有出现过这个 bug， 所以他直接给我们一个档案，是你那个什么日那个什么直接就是那个。拿到那个植物房间钥匙啊！原来是这样啊！好恶心的小红帽，我觉得那个小红帽长得算，如果脸不要那么奇怪，其实算蛮 OK 的。我可以，好不好？我这样讲会有点我太脏的感觉。啊，他我可以接受啦，这小红帽 OK 的。只要不要长那么奇形怪状，而且你们仔细看哦，他脸上不是只有那个血痕而已哦，他嘴巴也笑得很诡异，有没有？所以他代表是什么？他这个除了是身体上本身有点受创的，他精神上也受创了。哦，这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对不对？有没有？他已经有点类似杀红眼了。如果说他当初是为了复仇，那么现在他就只是为了杀戮而感到开心。
我觉得啦，但是是我的小看法啦。好了，他又进来寻找我们了。而且你要想哦，正常的女生，不是说女生力气都很小，但是一般正常的女生，其实她们背力并没有说足够拿起斧头这样挥砍，还可以那么快速的在抓人。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女生出现的话，基本上以下几种可能，就是一，她是类似举重选手，当然这比较不太可能啦。二是她是有病，而且你看她砍的位置其实都砍很准，就是直接一刀割喉，对不对？代表她精神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而且如果没猜错，绿之馆、蓝之馆、红之馆的人头就是当初死掉的当初欺负小红帽被杀掉的人，我觉得啦，就是那三个女学生。虚藤欠吗？斧头很轻，所以很难动。他拿斧头应该是要砍破才对，没有啊，那个斧头很轻，斧头很轻的确是可以拿得动，可是这样杀伤，那变成说他斧面一定要很锋利，而且斧头他基本上他拿来砍那个是什么的，所以他应该不会做到那么的夸张。一棵枯树。让枯木开花，那撒灰之类的吗？找到波叫波奇的狗，他把它烧了。要去图书馆查哦。不会是要把那个人或是这反正是这边出现过的生物里面的那个头给扒下来吧？然后你看里面什么也没有了，为什么？他直接帮我们把那解开了。可见那个 bug 应该是目前是无法用的，无法那个成功解决掉的。书太多，更没心思读。这最后一个，那个头已经快炸了。这是找到的降龙狗，不要啦，不要啊！我为什么要当狗嘞？不可以。就算是狗，但是狗狗也不能跟我撞名。让枯木发花的方法，发花，想开花不是比较好吗？水有养分的土壤，阳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狼头烧成的灰。你们倒是说句话，怎么办？先找看看吧。啊，真的假的？你真的要去找？而且还真的是这里面才有的东西，狼头啊 ！Oh my god! Oh my god! 这边哪里会有狼头啊？我天啊！你要想，这些房门都是打不开的，对不对？你从可以耶，真假的，超帅的啊，他现在可以到处跑了。是啦，我要到外面，我要到。花了发，哼，原来到外面会死啊！他该不会是随时在那边等我们吧？他说枯木应该是这个，可是这边哪来的另外一颗狼头给你啊？耍宝，先去绿之馆看看了。不知道这边哪来的第二颗狼头、第三颗狼头给你啊？
哎呦，烦呢！而且狼头四仙都被我找完啦、啊，哭哭哦！狼头四仙都被我找完嘞！哎、欸，有没有搞错啊？外面有几句对啊，那、啊、就是不准我们到外面去啊。狼头，你在哪里 ？I need you, I love you 啊，不是 ，I need you。哎、欸，他刚刚有没有出现在这了？我要从哪去找颗狼头？哦，我要从哪去找颗狼头来杀人啊？哦，到底该去哪里呢？我们要去哪里比较好啊？在我口袋里，真的吗？好啊，你骗我、啊！我口袋除了钥匙以外，什么都没有啊！哭哭，你每次都这样欺骗我，我好难过、啊。亏我让我相信你。如果有帮得上忙，尽管说。我现在来问啊，啊，你又不理我。痛，你猜的，想太多啦。哎呦，你们还活着、啊？你就只有这句话要讲吗？找到谁用日文破的米娜的？米娜姐姐她看得懂日文啊，我看不懂啊。会不会是要用小红帽？我已经没事情找你们了，重点是我有事情找你啊。我有小红帽的头，但他说狼头啊。哎呦！啊 ，fuck you 啊！在温馨的音乐中黯然死去。哈哈，上次破了六小时，被坑死。哈哈哈哈，没办法，他这 bug 其实很严重啊，应该是因为汉化的关系啦。怎么讲？不是说他们的问题，就是那个。有时候你可能会难免出现这种问题嘛，难免的，难免的。你就直接把你朋友的头拿来用不就好了？啊，好看你，等一下我做个实验好了，会不会在火炉里？欸，有可能哦，我们去试看看好了。走走走，我们先去试看看。欸，这边没有火炉啊。还是说我们不能太早找到狼头？这个 bug 还在，不是啊？他这就变成说会有另外一个 bug。你是第一次看到汉化后让东西不见的，嘿嘿嘿嘿，我不要说你啊，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啊。我也是第一次用到，以前遇过汉化有问题的，顶多就是，可能一些字幕上，就是一些 bug 之类的。有，好，那我去那边找看看好了。那我没关系，我先来个地毯式搜索嘛，对不对？搞不好这边有什么线索是我没注意到的。而且如果找不到狼。我们可不可以拿人偶呢？
我们拿人头代替嘛，不是我的人头，是那人偶的头，没必要打开这里、啊。火炉。哦哦，太神了！前几天焚烧狼剩下的灰，容器哦，要找容器是不是？太神啦、啊！我想说我该不会重来了吧？壁炉里什么都没有。问题是我要拿什么容器啊？桶子吗？如果是桶子的话，荔枝管，你就说吧。对对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你太神了，你太强了。这边会不会有什么容器可以给我用啊？热气腾腾的汤有没有带走？我在找啊。我先看看那个储藏室那边有没有好了。储藏室那边我记得好像有空的东西吧。有木桶哎、欸，耶、yeah, ！好，找到东西了，我们就走了。拿桶子装灰，蛮有趣的，请便。装了灰，不知道烧的是哪一只狼头啊？不会是爱的吧？爱，我记得他不是跑掉了吗？他没跑成功啊！哇，好吧，那我们来为爱默哀吧。哇，随便搞搞不就行？开花了，而且是樱花，书房钥匙，美丽的樱花。我忘记谁讲了、啊，那个讲法其实有点血腥。他说。那个日本不是很多樱花吗？为什么樱花可以开那么美？就是因为里面埋着、先找到有没有钳子。我拿钳子干嘛？钳子是前面铁丝这那个什么管用的，那个什么蓝之管，那个时候找大姐要撬开大姐房间用的，我还去找钳子。对，哎，这有脚印。我杀了几个人？我不知道你杀了几个人啊？你小红帽杀掉了，绿油油的植物，穿衣镜，夹着一张字条。如果你们没遇见他们，就数一数你们最一开始的人数，以及人资馆的人偶兄弟，印花鼠图书馆的储物柜的数目。杀人的月日用，樱花小姐脚下埋着石，对啊，忘记谁讲的啦。我印象中的时候我听过，杀人的月日是什么时候？什么意思啊？不会吧？要我去猜，要我去猜说他杀几个人哦？我想想看，人偶应该都是他杀过的人。然后人狼头也是，一开始的时候杀一个人嘛，然后蓝之红之绿之管有两个人偶，哎没有，还有狼头，所以是三个，然后五个那个蓝之管有五个人偶跟一颗狼头，所以是六。啊，在这边的话是两个柜，有两个柜子，一棵树，
一个人头，两个柜子，一棵树，一棵人头，是吗？花的发，错了，那是十月新番。花的发不是啊，不是这样子啊。好啦，没差，反正我本来就只是抱持了试试看的心态。最一开始的人数，蓝之馆的人偶数。樱花树，图书馆储物柜的树木，人偶树有五个，樱花树一个，图书馆两个，所以是二五一二吗？万能开什么九五二七？错啦！我有没有想说，我没有想说人头要不要算进去？我还在试看看。杀人的月日是什么时候？哦。简报，四月十七号杀了一个人，三个人，然后三四一七啊，还是四四一七？我觉得不是三四一七，就四四一七，试看看，试看看。我先是四四一七好了，错啦！可是他不是也自杀吗？所以自己不算哦。啊，按出去！哎呦，烦呢，干嘛一直按错键啊？哎呦，三四一七啊，不可能是九五二七啊！如果是的话，我告诉你，我先改名，好不好？你看，跟你说不是九五二七哈，你以为每个人都在公号九五二七是不是？好啦，三四一七啊，三四一七啦，中了，得到一把钥匙和一张纸条，想出去吗？来学校吧，我们来玩个游戏。话说我们拿到了什么钥匙啊？一把钥匙，这是哪里钥匙？我也不知道。哎呦，我怎么会知道呢？啊，我知道哪里钥匙了，这里的门打不开，不是啊？哈哈哈。你是谁？他脸上有吓人的伤口。像眼球一样的花，我刚想说这个花怎么有点像眼球哎、欸，然后他就跟我讲是像眼球一样的花。你不能回头了。所以来到这边，你就只能继续前进的意思吗？好，我们走吧。我们要抱持着赴死的精神前进。几双鞋子？会不会是小秘密宝箱的钥匙？我没有秘密宝箱。好，我没有，好吗？这有一本书哎，我们先看看黑板有没有东西。很好，没有，那我们来看书吧。须藤茜的笔记，童话里最可怜的就是那穿红衣的女孩。
小红帽其实一个非常可怕的童话，把成年人的利己主义改编成儿童故事。真正的小红帽是不会在狼肚子里填石头杀死他的，他既救不了奶奶，也没有猎人会来帮助他，只是任由狼摆布给可怜的小红帽，所以小红帽完全可以找狼报仇。刚刚出现的会不会是小红帽以前样子？应该是哦，我觉得应该是。可是我又有一种小红帽可能只是他幻想的产物，真正的小红帽是须藤浅，我是这样想啊。我陪你们玩，我陪你们玩，我陪你们玩，在这空间里永远陪你们玩下去。谁让你们先开始要玩游戏的呢？最后我被玩，多么没意思啊！这是换我来扮鬼抓人，多好玩啊！这是一场名为游戏的复仇。我告诉你，我完全没办法可怜这小红帽。我老实讲，我真的没办法可怜他。我觉得，我不知道我能感觉，我能够深刻体会到他的感觉。所以我没办法去可怜他。我觉得可怜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以前我也遭过类似的事情，所以我能够完全体会说他现在这种报复的感觉。这为什么会有个扫把？这个，所以我没办法说小红帽杀人是错的。还有小红帽突然追你，想太多。他应该小红帽，其实他，我觉得他现在只是让我们去探查这一切的一切。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用啦，我告诉你，我最看不起的就是像你这种人。我是没有他那么惨啦，因为我还会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我不会像他一样采用那么极端的方式。可是我知道是那种被欺负了，然后没有人支持你那个感觉。那桌子被涂得乱七八糟。你不会拿钥匙哦？这座位好像小，办不到，没有工具，扫把吧？他座位，他应该打座位啦。而我没办法说他那个报仇这件事是错，可是我觉得他。有太偏激了，这倒是真的。到底，还是说这时候只能使用这边钥匙？没人支持我，我就不理大家。有没有？可是你要想哦，你的没人支持是指的情况是没有人会去在意你做任何事情，所以代表说你做什么事都与他们无关。但我跟小红帽曾经的遭遇就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却我们会被去那个欺负，有没有？美和也是这种人，对不对？我们以前遭遇过那种类似的事情，所以我们都知道说被欺负的那种感觉。啊，我是比较不一样，是我自己比较看得开啦。我自认我算是看蛮开的，我觉得说，就当做给大家那个真的做好事啊，不要再上课睡觉啦，不要再上课睡觉啦，上课不可以睡觉啊，哈哈哈哈。其实我觉得你最重要的还是做自己啊，做自己才是最好的。你是 1v5 啊，那么厉害啊！哇，那么厉害啊！你要不要来教学一下？
开玩笑，你一 v 五算什么？以前我可是一 v 三十几的，国小的事，国小一 v 五，开玩笑，我举世皆敌呀、啊。被语言霸凌加油，我不是被语言霸凌哎、欸，我这真的是曾经被恶作剧过，而且那个恶作剧讲认真会让你很不舒服，所以我国中其实我对国中印象并不是很好，这种讲他的东西。可是你要说我完全不喜欢国中也不会啊。我觉得这个丽莎应该也是霸凌者，他是霸凌别人的。然后美和应该是那个真正召唤小红帽的，我觉得啦，我觉得美和是最有问题的那一个。不要看那个美和看起来就乖乖的啊、哦，我告诉你，后来看起来乖乖的问题是最。这那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完啦！拜托，玩游戏你不存档是要重来是不是？干净了，做了这些又能怎么样？哦，门打开了。为了全国要不要都不要存档？不要啦，我不想啊。神经病啊！我绝不看。徐宇成倩同学，冷静！我讨厌你啥？你也曾对有没有？他也曾经欺负别人，丽莎。也许你已不记得他们，但你被你欺负过的人却不会忘记你。打着游戏这么浅薄的幌子欺负别人。你们也说这是游戏啊，杀人的小红帽。既然是游戏，不管是杀人还是被杀，都应该没有怨言嘛。挑战不存档破台，不可能，好不好？小倩，听我说，我也曾遭过虐待。把游戏很，你不觉得空虚吗？你不觉得寂寞吗？你在同情我。你看有没有？我就说吧，小红帽绝对是那个跟他有关联，但不是他。是不是死掉了？啊！等会我会来追你们，卤蛋就可以，那是卤蛋可以啊，无法传达的话语，啊？为什么？哈哈，男主要死了，所以就直接 GG 的意思吗？死太快啦！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那个。挑战真结局，啊，哦，所以哦，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了，我没有达成那一个。他的条件，说好的 End One 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也很期待。我想说，我应该都达成了。结果刚刚看了一下，因为我刚刚不是在找那个档案吗？我刚刚不是在找那个叫什么？那个就是有问题的档案嘛？对对 对, 对，就是那个。然后我都看，然后我看到有那个攻略，不是这个，这应该是这一个吧？他就有讲到说达成那个条件是什么？
这不该不会是苏格拉底的吧？花了发不是这个。有植物房的钥匙，那对。希望以后 RPG 有一个结局是不存档才会有 End One。魔女之家，魔女之家有魔女之家就是这样搞的、啊，就是真结局是你从头到尾都不能存档，不要跟黑猫讲话，那个就是真，那个就是那个真结局啊。看一下啊，他说啊，那个绿之馆右上角人偶房间书要读，我有读啊。三 D 下面桌子书要读，有啊。书桌子上的书啊啊，我知道我哪里没读了，这一个。啊，魔女之家为什么被列为经典那个恐怖游戏？就是因为他那个剧情，除了都是一点吓人之外，他那个还故意安排一个很邪恶，就是你要完全不存档，你才能够知道他真正的结局。我个人觉得他会成为经典，有部分是这个原因。来啊，我们再重新读一遍啊！可恶。这个书应该都是有关于小倩她的心情。我直接叫他小倩好了，不然叫他虚藤倩好麻烦啊。噔噔噔，这边有书吗？没有。走喽，我们先存档。所以我告诉你，如果真的被欺负了，你真的要去懂得调试自己的心情啊，不要抱持的那一种，就是全天下都对不起我那个心态，有没有？全天下都对不起你，可是你身边的人可没对不起你啊！你就算没有了全天下，你还是有自己的身边的好亲朋好友啊，对不对？被欺负人总会有那么几个好友的。当然，也要看你对好友的定义是怎么样。因为被欺负的感觉真的是很不爽啊！我是不爽啊，别人我就不知道啊。我比较看得开。像以前我就常跟以前我跟那个我一个朋友曾经讲过啊，因为他也都知道是我那个朋友他跟我是大学认识的，然后他也知道说我以前有被欺负啊，我跟他讲，我直接跟他讲，我说被欺负我是觉得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至少我觉得我在做好事，我让你们有个发泄的地方，反正你们不要太过分我都可以接受，我又不是说都不会反击的，对不对？你好，你要被你被欺负，你要有保护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就真的是默默的给别人欺负这样。哎，走吧，我们要拯救小红帽了。我觉得 End One 应该是要去拯救小红帽吧。你杀了几个人 ？It's a good question。三，没有没有，一，三，啊，我忘记了。随便选了，先死掉再说。每天把你玩不完，说好不好玩？
神经病啊！阿鲁巴，你是不会保护自己，你不会跑、哦，对不对？我被别人开玩笑，我都还会说，哎，我自己要去注意什么什么的。我总不可能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吧？一四一七啊，对，有病啊！三四一七好像是哎、欸、啊，三四一七对对，三四一七，哎呀，忘记了。你被别人欺负定义是，你想好，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好事，当做你自己做好事，你让别人发现没关系。可是你要以保护自己为前提啊！你如果保护不了自己的话，你要做什么好事？对不对？你怎么悲剧吧你？嘿，那不叫做好事，那叫做傻子啊！是你说让大家发现，让大家发现也不是这样子啊！你不保护自己是不是？哦，所以我知道了。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您以前都是从小被阿鲁巴拉到大的吗？对不对？有病啊！哎，真的是哈、哦，真是的，真的是。你不能够刷切片面支持啊，对不对？告诉你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欺负别人，就是因那个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哎，你讲话有语病，我可以抓你，你让我感到不那个，你被我抓，哎，我觉得很好玩，所以我就继续玩下去。有很多都这样子的。从小你是被你是你把别人阿鲁巴，哎，阿鲁巴什么的，阿鲁巴我也玩过啊，我是救人的那一个啊，没有啦，我只是那时候刚好手挡在那边，然后结果是我手被踩，哭，妈呀，真超痛，那个人踩超大力啊，好像那时候好像谁生我朋友生日吧，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跟他玩阿鲁巴。对啊，所以到底是谁召唤小红帽的？还是说这只你只要用小红帽名义玩游戏，就会召唤出小红帽？嗯，这是一个问题。It's a good question。走喽。进去吧，虚藤剑，出来面对。好，前面对话都是一样的。我看过你全部的笔记，嘿嘿。你要怎么做？我想留在这里。那种不够决断的同情是不足以令小仙接受的，还要牺牲自己啊、哦？不要啦，你牺牲另外一个好不好啊？我觉得应该是有霸凌者才召唤成功的，有可能哦。被虐待的时候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因为他并没有讲说这其实就是个霸凌的游戏。才会引发的事情，是他们进来后才发现，哎，原来他是这一切起因都是霸凌的。他被虐待的时候只能孤身挣扎，你也不会停止游戏。一个女孩子都能把话说到这份上，我怎么能够当逃兵呢？哇，原来咱们的阿初同学啊，他居然是一名勇士啊！前面看起来文文弱弱的，弱不禁风，好像那个你轻轻吹一口气就飞掉了那个弱者，居然变得那么威啊！太勇敢啦，太佩服啦！虽然我没有亲身经历，受不了，我也留在总行了吧？我还能一个人回去吗？
没意思，你们这样没法做我的游戏对象，还是滚吧。别叫那么亲切，你们不是可以从那扇门回去吗？你们可以从那回去，不是有钥匙吗？滚！说实话，我确实不想死，快滚！拜拜。后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原先的废弃学校，但是健太最终还是行踪不明，再没有出现在我们面前过。哟，你们两个先到了。呵呵，等会吃惊喜。就是寻访须藤茜的柱子，还有健太，因为我们知道健太的结局。耶、yeah! ！完成了！太爽了！太爽了！我们成功破台了！可是我觉得……不知道、欸、我真的觉得那小红帽其实虚藤茜其实真的很可怜。你说他错吗？他有错啊，他错在说他直接杀人。那、啊、你说他没错吗？他也没错啊，为什么？他被欺负，难道他不能反击、啊？希望有个圆满结局游戏。哎、啊，那我踢笑哇！好了，那咱们的那个土狼的小红帽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啦，太愉悦啦！耶、yeah, ，我们成功过关了。哈哈，然后结尾，我觉得我真的在我玩完后，我心情真的算蛮沉重的。不是啊，那个，因为我告诉你，今天这只是个游戏哦，游戏里面很多都事情都是他们做，然后已经没办法改变的。哦，我们还可以啊，我们还可以再改变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去改变呢？如果你今天真的好，你真的是因为一时好玩去对你身边人做什么事情，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对不对？我觉得这其实还是要有必要的，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注意啊。每个人都说啊，那是好玩啊，很有趣啊，好开心啊，然后呢，然后你造成了别人那个这种后果，对不对？这我觉得真的要呼吁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下这个问题。好啦，那我们那个今天的直播就这边告个段落啦，时间也不早了，目前12:27啊，要直接去吃我午餐了。那感谢各位们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